大家好，我是这个大冤种的夫人。那今天是我被迫营业的一天，带大家来 River Rock 看一下《惊奇报喜》。那我们现在玩的这个是十分的机器哈，88的 credit。那一个 spin 呢是加币8.8。开局还不错，开局有4个88的铜币，然后呢中了金币，是把所有的铜币都加一遍。中这个绿币呢，是把所有的铜币加上金币再叠加一遍。中的绿币越多，我们赢的倍数越大。那这里我们还剩3个 spin 啊，已经是有2个金币2个玉币了，相当的不错。来看看最后一个 spin 有没有东西。哎，没有。那这个是500亿。好，我们来看下面一个。这个我印象中是第3个 spin 就中了，玩的是1分的机器，下了880，那还是8.8加币一个注。然后开局呢，2个880，3个680，还可以。然后中了金币，然后又中了绿币，把金币和绿币都叠加了一遍。然后我们看最后2个 spin 会不会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。好，最后一个。一个金的，再加了一个额外的 spin 啊，还是狗的比较久的。好，又出了一个加一。最后一个出了个金的，还算不错。那总共这一把是418，和刚刚是 sen 88 credit 的8.8相比，好像少了一些啊，不知道。那个10 cent 和1 cent， 它在回报率方面有没有区别？那我们再看今天最后一个，这个呢，我们调回了10 cent， 然后是下了176的 credit， 那就是一个 spin 是7.6。那其实3个176还是不错的，中了2个金的，一个绿的。其实绿币是最好在最后2个回合出现啊，越早出来呢，没有金币的累加，它可能返的那个倍数会特别大。但是一切都是机器决定的，我们就都只是能当看客而已。那好，哎，就这样啦。点赞了吗？订阅了吗？快点，下次再来哦。